期已经开始滑行，飞机开始滑行，开始滑行，然后加速。哦，台前轮腾空了，腾空了！哎呀，这个距离太短了，这个性能太棒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在飞机上的。又飞回了预定的空域，就是机长赵生，右边是副驾驶赵、即将降落，即将降落了，现在正在旁边拉起，拉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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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主人着地，主人着地，好，主人着地。主人着地，主人着地，非常稳，非常稳，非常稳，也非常是对准跑道，它具有良好的方向控制功能，新的灭火和救援的飞机，现场一片欢腾。我们设计人员和制造人员经过了八人员，也应该享受到这种很高的待遇。领导。为我们的飞机接风洗尘，话题特别高，而且能带动了一大批的企业。首飞的成功，其实意味着他们把孩子送上了这样。即将走出。大家首先看到的是机长赵生，副驾驶程明，机械师魏鹏和监控观察员孙康宁。